係慣咗喺一個陌生嘅地方就會驚嘅人嘅話咧，你喺個腦度不停喺度模擬再模擬，你冇嘢做，唔好打機，想模擬模擬你比賽時候嘅情況，明唔明白？諗住你比賽嘅時候會發生嘅，如果唔係，你永遠都解決唔到。你係要用努力去克服嘅，你天分唔喺度啊嘛，明唔白？你有天分拍波叻，但係你好驚咁。
从小在那长大的。感觉刚刚好，我知道。